家好，又是我新西兰的爾德台陽。今節呢就带大家行另一个地方，叫做伊顿山。伊甸山不是伊顿，是伊甸山。今日亦都是有我们的嘉宾 Bacon。 Hello。你在做什么？你找什么？我们走了，走了。这个伊甸山呢就纪念一位英国的殖民者，叫做 George Eden。 他呢除了是在19世纪一位有名的人士之外，同时他亦都是曾經擔任過印度總督嘅，呢座山咧就以佢嚟命名嘅，同時亦都係奧克蘭嘅第一男爵。不過啦，呢、這個伊甸山咧，仲有一樣嘢就係、佢亦都係一個水火山口嚟嘅。知我哋会唔会遇到火山爆发呢？大家见到 Bacon 而家佢好想跑，不过我扯住佢。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5度，录影嘅时间系星期日嘅下昼5点啊。而家街上已经冇乜人。不過仍然都見到不少的人是來這裡跑步的。過多半個小時就日落了，冬天一般的日照就很短的，夏天呢日照可以最遲去到9點才日落的。我們現在大約走到日半左右，行多一半就上到山頂了。這個山是不是很高的，不過風景都挺漂亮的。很想跑了，來 Go Go， 哇很快。Bacon， 慢啲啊！
慢啲啊 ，Bacon， 慢啲啊 ，Yeah。日落就好曬啦，梗系又讲啦，估唔到啊！上次我录嗰一节咧，反应都唔错，有啲人问啊，有啲网友问啦，究竟佢听英文定中文？一般呢我就讲中文嘅，除咗嗌佢名字之外，继续行啦，唔好停啦，就到啦。哇，又跑，嚟，跑啦！呢度个位几靓。不經唔覺就幾乎啦，到山頂啦。前面就係奧克蘭嘅市中心。相信呢，这个就是火山口了。你又做什么啊？我们走吧，难道又要开带？哎呀，真是麻烦。好了，走吧，继续。再看多次这个火山口啦。有时就会有人放啲羊喺度嘅，咁放羊嘅目的系咩呢？除咗俾羊食草之外咧，就话唔使剪草啊嘛。如果唔系咧，呢度就肯定啊，杂草丛生啊。继续行啦，仲有两步啫，行埋佢啦。出啦，系啦，啱啦 ，OK， 喺度行啦。
到頂啦，跑啦好唔好啊？你跟 ，Let's go。带住我嘅，你闻咩啊？喂！你揾咩啊？向前行啦！哎，唔好落去啊！向前行。喂，入出去，入翻嚟，入翻嚟。向前行啦！嚟，向前行啦，行啦，行啦，唔使驚 ，Let's go。好驚，行啦，唔使驚。嚟，邊條路啊？你揀啦，啊？
又勁唔錯啊！哇，喺呢度啊，原來打卡聖地嚟嘅喎，我自己都唔知啊。呢邊咧，我去到人類。喂，翻嚟，嚟，我哋行翻去啦，好嗎 ？Bacon，Bacon。跳下去，喂，行啦，前面。你睇啊，大家見到啦，係佢拖住我，唔係我拖住佢。行啦，驚啊，落啊！我哋而家落翻山啦，行呢边，呢边落啊！大家都见到啦，天黑啦都，哇！你仲系咁快？我哋而家落翻山啦，而家都开始天黑啦。但系佢都仲系咁有冲劲啊，仲系好想跑。到依家都系要用力扯住佢，由呢度落啊！吓！行錯啦，唔係呢度啊！直行，直行，係啦。喂，唔跑啊！
繼續行啦，唔好停啦。好啦，今節咧就做到呢個位置啦。我哋要翻屋企啦。